不对啊，同学好像是买月票，月票不是也才1000块吗？我不知道。然后这里5天就1000块，好爽吧？赚翻了！每次逛街好像都还赚蛮多钱，都是爆炸品，完全直接破产，跟免费一样。我觉得这个蛮快乐，但是你走过去，你坐下才会来电。